而家呢，我就同大家一齊砌個耳塞。首先係大嘅等腰三角形，然後到另一個大嘅等腰三角形。跟住到平衡四邊形，然後到細嘅等腰三角形。再到另一個細嘅等腰三角形，之後到中嘅等腰三角形，最後呢，就到正方形。好啦，咁樣呢，我哋就完成咗個耳塞㗎啦。而家呢，我就同大家一齊砌個耳塞。首先係大嘅等腰三角形，然後到另一個大嘅等腰三角形，跟住到平衡四邊形，然後到細嘅等腰三角形，再到另一個細嘅等腰三角形，之後到中嘅等腰三角形，最後呢，就到正方形。好啦，咁樣呢，我哋就完成咗個耳塞㗎啦。而家呢，我就同大家一齊砌個耳塞。首先係大嘅等腰三角形，然後到另一個大嘅等腰三角形，跟住到平衡四邊形，然後到細嘅等腰三角形，再到另一個細嘅等腰三角形，之後到中嘅等腰三角形，
最後呢，就到正方形。好啦，咁樣呢，我哋就完成咗個二 set 噶啦。